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，今天我们又来巡台了。那今天我们人来到了清水，那这一间我们没有来这边拍过，然后它的对面有一间 Seven， 我们就想说来对面稍微巡一下，就巡到一台非常特别的台。你看 AJE 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反正 Nike 的 Nike 鞋，然后它会唱歌，蓝牙音箱，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，会唱歌的球鞋。那我们就来小试一下，来吧。它的甩幅很大。好，出货了，谢谢。哇、哦，太多！它抓得很稳哎，逆鞋甩。哎哎，压鬼！刚我那一下没脱啊，这个逆鞋甩就会脱。哇，这甩幅大不大？直接来吗？啊、直接来，直接来。然后我先把它刺一下好了，刺一下过来，卡爽。哇，这甩幅出来了，哎，脱光了，来了，终极枪位。嗯，这个把逆鞋甩逆出来。为什么逆它？不知道，它在那边看着就很想逆它。没有，来了来了，这是 AJ 型。哎呀，我觉得这调得很漂亮哎。阿林，嚯哦！阿林，嚯哦！还好还好。哦，不重又不轻，这个重量就是很尴尬。但是你打久了，它应该会很会脱啦。你看，蓝牙音箱，这是鞋子应该不错。等一下，要不要开箱一个试试看？好，那我们就先继续打。嗯，美拜美拜，我们第一个有好的开始。那我逆这一个，卡过去。嗯，因为后面那一盒挡得很漂亮，我不想要动它。被卡爽。哎个，差点，差点呢，逆过去。你，哎、欸、来了，拿这个，再逆鞋甩，这是真的很好用的东西。逆，再逆，弹，哎、欸、来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脱，样啊，哦卡爪，它有脱哎、欸，对啊，但是它夹到最大边都会微卡微卡的。好了，脱、哦。可是我觉得不能拍宝呢，拍宝不太会腐，好像要给它吃到底，它上来那一刻刚好脱掉。咦、欸？哦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对啊，这样子不会腐。放过去啊！哎、欸，有了。啊！浮不起来了哎，还好。热了吗？太快了吧！对啊，尴尬了。这样子差到底了。对呀、啊。这天地。后旁。过。过。后旁。过。过。这刚被修好。嘿。这样倒了。哎哎，弹下来。为什么就这样倒？我刚刚那一下那么漂亮，你想说出了，它卡住出了哎、欸！再一次后旁，啊没后到，啊这下是真的衰啊！后旁，啊没吃到，有了，这角度要吃束带，它能倒吗？应该是可以吧。刚刚那一下没事，我就整个傻掉了。倒，插底，得啊，换过去。不行，要换，把它换角度。哎，逆向思考，看能不能逆鞋甩，逆起来就跨在上面。那跨着之后怎么办？
甩打也打下来。哎，来了，怎么没有过啊？中，上，哎嘿，中，上，哎嘿，菜掉，哈哈。就说吧，逆向思考，一直之所以打他，其实就有问题。你有问题啊？再小试一下，你看还好我们换了一个方向，不然应该会被这一盒电歪。哎，来来来，这样你不要了。不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，看到一只曙光，脱钩。啊，不是啊，这个角度不行，我把它打二楼。哇，你这个二楼有点远。哎哎，修！哎，它有点卡。对啊，其实它都卡着。哎哎，射！抓这一个，它躺平的话，我就去拉那个后面那一根。抓你起来。躺不平。啊，有点远。它不躺平啊，不然你也给后旁直接出货。后旁抬起来放，非常平的，太远。我把它稍微摸看能不能拖动一下，这样子拖动一点点。哎，但太远了，靠腰拖太多了，直接来吧。来了，包到了，起来脱钩。它不能倒啦。哦，刚刚我拖那一下拖太多了，包掉。起来，干热爪了，那就直接跟他拼拖了。来，侧的进去，看你都不会扶，侧的进去，二手起来，来捏腰拖，捏腰拖，捏腰起来拖。哎呀，这样角度没扶呢。拖过，哎，拖过，哎。差点跑到右边去了，完美！弹一下，我要那个位置。越没力越难打。对啊，他什么都不要我，都没有我要的那个位置。我要他刚好站着中间一点点，然后把那一根整个拿下来。我懂。来，现在拿不下来，算了啦，算了啦。卡爪，卡爪角度，撞一下，来哦，往左边荡，插进去，卡爪，亏我插那么准，也差不多了。如果我们四个50块、100块没有出的话，要放弃。重点就是怕它的爪力的问题。现在我们打应该四五百五六百有了，虽然打也不少根了。我先抓一下这个看看，能不能再出一根逆血爽进？哎，来，我没爪力，对吧？它爪力很明显了，变弱很多了。哎。卡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嘿，嘿，哎，杀！这怎么办？翻吗？翻。它会不会转？哎，我先买个爪位。哎，爪位来了，这个爪位漂不漂亮？会不会转？还好。干！卡爪！哎！哎！哎！刚好卡出来，翻不成功，卡出来。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旁边蹦了一个卡爪？又卡住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哎，拖！哇，差一点。哦，放屁。我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如果能够再出一根的话，就。最后50块，
还好刚刚有卡爪。最后了，最后了，最后了，出 go。好，算了，算了，也 OK 了啦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总共打了四根。我们刚刚开箱。对，我们来开箱一下。你看它的外形，其实那个后面贴的那个看起来还不错。它会不会贴外面？网络上随便抓一个 Nike 球鞋，看起来很好看，结果打开里面是一个就一个喇叭而已。哦，见真章。来喽。噔，谢谢。哎，可爱可爱，看到了。哎，够追，够追。哎，真美败美败美败，金价够追。谁要穿鞋？这谁有办法穿？他这边堵住了。按。哦。然后它是真的鞋带呢。哎，虽然我不知道它音量如何，但是它造型可爱就好。嗯。可爱加分。送一盒。对，送一盒。那我们这次就抽奖抽一颗Nike 球鞋，外加蓝牙喇叭送给大家。嗯，真的蛮可爱的。这个回去真的，喜欢听音乐的，这一个造型在那边，光它的声音出来，看到它的造型都会觉得很疗愈。嗯，没败没败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就抽奖抽这个球鞋的蓝牙音响送给大家。那抽奖办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